我今天样子看起来有点可怕，对吧？我还没有戴眼镜出现在镜头过。然后我今天要来拍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跟 Vlog， 就我等一下下午要去剪头发，就想说尝试拍拍看。我很久前有拍过一次，但是失败了，因为我那一次化完妆还没出门，相机就没电了。不过我现在有备用电池，所以我就不用怕相机没电这件事。再来呢，我先去戴隐形眼镜，等等见，嗨，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吧。头发整理一下。我没有很推荐这支 Panasonic 的离子夹，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热度很不够。你看我这样夹过之后，它还是很直啊，它要夹很多次它才会有那个形状。防晒乳跟妆前我要用 Sofina 的。这一罐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但是它好像改版了。现在去屈臣氏没有看到这个包装的。今天天气其实很差，但是我现在看镜头又觉得亮度还 OK。但是我有开一盏台灯啦，外面已经是完全没太阳，是阴天又下雨。这比较控油的隔离我就插在 T 字。今天粉底要用 VDL 的，我最近都在把我之前买过的韩国品牌的底妆，就是化妆品拿出来用，因为我下礼拜要去韩国玩了，所以我现在赶快来用一下，让我回想起之前的记忆。我现在这样一抹开就闻到它的香味了，这香味有点重。为什么今天一直好像过曝啊？有，遮瑕膏我要用 Vmeat， 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开架遮瑕膏。我最近都会打亮泪沟下来这一块三角形的地方，到鼻翼旁边，把这一块提亮，感觉会比较有精神。今天蜜粉一样是 Laura Mercier， 一直用不完的，真的用不完。我苏苦的蜜粉到现在都还没开。我还没化眼妆，都眉毛看起来真的很黑。肚子好饿，我想要化完再吃午餐。我的头真的很高哎，然后下巴短，然后脸又大，我长这样就好了，脸就这样。如果脸就这样，额头高一点好像就还可以。稍微先把它夹住，他怕它刚飞很高，先稍微把它夹住。我像这样国中生吗？我还用一点英格拉的505。我这一脸的脸颊特别凸。修容要上比较多，就是这边比较凸出来，比这边还蛮明显的吧。我今天会化比较日常简单的妆，因为我等一下剪完头发之后，他要跟我表姐见面，然后他想要去逛免税店，所以我不想化太，你知道，因为最近有点化太多比较重的妆，所以想要化今天想化清淡一点啊，然后。我知道我还有答应你们说要拍那个水亮感的眼妆，但是因为我想要剪完头发再拍那个眼妆，所以我今天就先拍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了，用这个当眼窝色。我的习惯是不管浓淡妆我都会需要一把干净的晕染刷把边界晕染干净。Thank you.
就是我懒惰画下眼影的方法，就是把晕染刷捏起来，这样让它变成像一一样的形状，然后把它再加一点点这个橘色，一点点。接下来用这个 Maple 的打亮来打亮眼头，这真的很漂亮。我最喜欢打亮的地方是这边，这叫三根吗？就这个地方，这边一打亮的，就是正面看起来你的鼻子就立体了。我讲说我下礼拜要去韩国了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国玩，所以其实还蛮兴奋的。我上一次去韩国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我上礼拜去拔了一边的智齿啊，就我这边的脸颊就已经是比较凸的了，然后打完智齿之后这边又肿出来，然后我打麻醉的关系，我连眼睛这只眼睛都是肿的，但是我后面还有3颗智齿要拔、欸，有一点担心，希望不要影响到我拍影片，不然就是你们会看到很肿的我。腮红我要用 Innisfree 的。打亮用麻梦的，因为有点太香了，它明明就粉状的东西，但还是很香。现在已经12点多了，我要先吃完午餐，然后再上唇彩，然后就要准备出门了。等等见。我想吃饱了，我要来上口红。然后我这一次有看到那个3CE有出新的，像唇蜜那种，应该是液态唇膏那种形式的唇釉。不知道我这一次去韩国会不会看到它，有一点点想买，但是我又怕太干。我以前用3CE真的觉得它的口红很干。我其实之前不会觉得这支唇膏很干或很难画，但我今天唇膏好像特别差，所以我下面它都有卡唇纹。哦，然后我刚刚去吃个饭回来，我发现我鼻头已经有点像白芝麻跟浮粉刺的状况，所以我觉得 Lidia 不能跟 Sofina 这一罐一起用，会造成这个问题。 Sofina 这一罐还蛮挑粉底液的，它碰到它不适合的粉底液在它上面，它就会这样，反而会嫌你的毛孔上面的粉刺跟你的那个凹洞就对了。希望它等一下再更粗油一点的时候可以状况好转，因为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可怕。现在要出门了，跟我出门吧，跟我走吧。各位，我发生很白痴的事情，我记错班次，车子的班次时间，所以我现在要回家，让我爸载我去捷运站。这么远啊。
我到时候不会放声音进去。那你干嘛发出声音？我开心，我可以到时候这段加声音下去。要吃啥？要吃的就是的。那要吃一个面，一个泡面，然后是。好啊，可以啊。走开。到家了，我现在好累，好想睡觉，眼皮快掉下来了。我现在唇色不一样，是因为我刚才吃完吐司利亚，我补的颜色是 Barbie Brown 这一支，这颜色好像还蛮显白的，就镜头上看起来还蛮白的。然后今天那个我的发型师帮我用电棒卷了一下这个头。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一不小心就会变大神的感觉，所以我还是不太敢烫，我可能会自己去买一支小支的电棒卷吧，就有时候心血来潮可以卷一下，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我现在我要讲什么，我之后想要拍25 facts about me 的那种类似那种影片，就看有几个问题这样，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我的问题想问的，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可能会选几题来回答。不过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拍，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下礼拜因为我讲话很错乱，因为我要先拍，就是光泽那个眼妆，然后之后我就要去韩国玩了，我在韩国可能会拍 vlog， 所以。就是先做一个市场调查感觉，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我的问题想问的，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这样子。我 IG 可能也会发一直问大家，很怕问题不够，就只有五题就讲完了。对，那今天的 Get Ready With Me 加 Vlog 就到这边结束咯，大家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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